再镜头来宜兰，宜兰大溪溪港港区内底出入的水路，即马是风声讲，那就是予大卡冰箱冻掉来看无路。因为有渔民是反映讲，即卡冰箱的高度伤悬，也毋过渔会是澄清讲，要做进前拢有含渔民参详，应该是无即个问题。在台溪渔港出入的航道附近，沿看到一个大冰箱，高度真高。有渔民反映，这冰箱的阻碍加准视线，对出入渔港的渔船来讲是真危险。说你这个自航道也不能盖，因为你盖到唯一渔港进出港，你 遮住了船只航行的那个视线，很危险啊！因为船是没有刹车的。这冰箱是渔业署甲宜兰县政府补助头城区渔会设的，因为渔民处理掠来鱼了后，会到鱼腹内甲鱼头。这冰箱主要是放这物件，搁做后续处理，避免后背平叠缸内。头城区渔会讲，做冰箱的位置袂乱做，说进前拢测试过，搁甲当地渔民沟通，绝对袂有阻碍加准视线问题。哎呀，迄种跟渔民，那我跟渔民讲过啦。哎，那个都是，当然这不是乱做，那个位置不是乱做的。哎呀，那种讲过，别再挡住了，挡住吼，哎，当然那个危险呐。哎呀。另外，大溪渔港卖主食食面为主的观光直销拍卖场，自从2018年启用了后，最近开始翻修，大翻壁壁，暂时离开。桃城区渔会表示，工程是要解决拍卖场太多落去影响游客安全的问题。未来也加装通风设备，施工进程已经甲大环沟通过，农历过年进程应翻修完，让因能够进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